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木月。那今天呢，要继续我们的奇怪的大冒险。那我们上一集呢，通过了第三章，是不是？应该是第四章。所以说，第四个问题是什么？你都没有女朋友，又是怎么推荐给她男闺蜜的？本来没有的，玩了这个游戏之后，智商暴涨就找到了。啊，好，真是有趣。给我回去啊！回去。第五章神奇之二。一样，三关完，呼，费尽千辛万苦，总算拿到第一个神器了。只是这些守卫神器的史莱姆们，似乎还不肯罢休，一路追杀至此。虽然觉得对这些可爱的小生物们痛下杀手有点于心不忍，但是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，真是让人苦恼。啊，我干嘛？植物大战僵尸是不是？不是吧？你确定吗？零钱凑零钱，到时不费难。我输了吗？我这怎么可能赢？我又要拿钱了是不是？我要拿钱了吗？这怎么可能赢？这关是真的让我玩植物大战僵尸吗？你在唬我吗？你是不是在唬我啊？怎么可能？用铲子铲你。真的有可能吗？他没这么好心，真的可以玩植物蛋的僵尸吗？哦，果然会输，这样就输定了。输了，一样的关卡。只是我这次不知道怎么拿钱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次不知道怎么拿钱哦，所以说我要去哪里拿钱吗？没办法，这关只能看底子了，这关我实在没有头绪哦。哦，还是要打他是不是？哦，烦啊。然后我真的觉得他这个威逼超麻烦，右边的话要那个氪金的样子或分享，这边其实会比较快啊。其实，我们来下打坐着，我蛮爽的，我们就打坐着吧。我要干嘛？我懂了，我拿猪来种，对不对？然后拿种子射他，我就有钱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他把我的钱吃了。等一下，他把我钱吃了。我看一下啊，猪放在这里，走开，然后种子，这样子呢，我就会跳钱了，跳钱，然后我就600块了。哦，有，哦，我懂了，原来如此，原来那只猪可以点啊。刚刚没有注意到 ，OK， 我就在这边放着啊，等那一只大只的过来，然后被我们铲除掉了。射吧！我们这三只赢了，不好意思，还好它有提示啊，不然这关我大概要卡很久。宝剑不要，宝剑不磨要生锈，人不学习要落后。我往左走，没用。Fuck。撞！我能说什么呢，各位观众？我能说什么呢？啊！不要点就不要点嘛，气什么啊？哎！不是啊，你这样要怎么过啊？等一下。我要点什么东西吗？那往左走，拜托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可以走下面，这里有东西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。然后呢？哎呦，放跳屁呀！啊，来跳啊！你再跳！哎呦！你在跳啊啊，在跳啊！这个是不是基友你啊？这个图是不是、啊？我、fuck！ 他给我转向，那不是基友点哎、欸！我还以为他会知道基友，可恶啊！不是啊，你这么邪尿关卡，你就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子啊！让我给个基友点吧。我可以把它玩坏吗？之前三个系列说可以把它玩坏，是不是？这个好像也不需要我就直接这样走就好。
这里有一座山在睡觉啊。Oh fuck， 睡个觉都不得安宁。啊、我大概知道怎么过吧，就是，遇到那只山之后，赶快往后跑，然后就可以跳回来，是不是？应该有机会。来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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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和 ，OK， 我成功了。他结果他停在那里，是不是？哦，这里有个方块，我本想是不是要撞这个，然后跳上去？看来不是哦，看来我的方法才是对的。结束吗？结束了，继续旅程。宝藏区在哪？第二张地图，哎呦，我不会死啊！他会穿过去，我本来怕撞到这个我就会死。哎呦，我就知道啊！啊，我这样不就死了？所以说我要赶快跳过去，是不是？这没用。哎呀，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啊。我 OK 啊，我 OK。这边我们要等一下、啊，等那个炮弹过去再说。啊哈，想骗我第二次啊？这个感觉不用了，这个我直接顶就好了。他停住了。哎呦，这那个暂时不能通过的说，你想干嘛？干嘛？所以说我这个炮弹可以干嘛吗？感觉那个炮弹是有什么用意的、啊？还是说我要跟着他走啊？就赶快过来这样子。好像有可能哦。我要比他快是不是？我懂。我要踩这个。我懂了。啊，这一次太简单了吧？等一下。哇，我就想说，哇，来嘛，我等你过好不好？哇，这边我们赶快跳，然后等他，等你，嘿嘿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啾，我们又过了哇！没想到这一关会这么顺利耶，这样就过了。获得物品啊？怎么是作者的脸啊？作者的脸是神器碎片是不是？第三张地图，他说总共几张啊？五张是不是啊？好了，那我们就这样子吧，这集先到这。好，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先到这，那就请欢迎点评论，可在下方点个喜欢，别忘了好听和那小铃铛。那有什么建议的话，也可以在下方让我知道。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